5月4日，有网友在上海偶遇 Angelababy Bobby 和邓伦拍戏。据悉他们正在拍摄的是新剧《我的真朋友》，原名《梦想家》。该剧以房产为主题，通过主人公努力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态度，讲述了一个温暖的故事。看照片， Angelababy Bobby 穿着房地产工作人员的制服，还剪了一个空气刘海的造型，看起来少女感十足。Angelababy Bobby 还站在街边发宣传页，很快就融入了房产中介的身份。而邓伦则坐在一边翘着腿喝着茶，好像是个管事的角色。说起来， Angelababy Bobby 已经有两部待播的现代剧了，分别是和黄轩搭档的《创业时代》以及和吴秀波搭档的《欲望之城》，这次又接了一个类似题材的现代剧，会不会审美疲劳啊？连他的一些粉丝都对这次选剧有些不满，指责工作室没有为 Baby 好好规划。现在的粉丝也是不容易啊，为偶像操碎了心。不过无论粉丝满不满意，这部戏都已经开机了，而 Angelababy 和邓伦也是首次搭档，你觉得这对有 CP 感吗？